我们老大已经给你打了2000万泰铢的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8000万泰铢的尾款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盗取龙首？好 ，What the fuck！ 我本以为我的生活是喜剧，但没想到却是个悲剧。 我十几号兄弟全撂翻了，我连他脸都没看清长什么样。龙山先生，他在干什么？发信号，我死密码。那有贼说什么？老大，有埋伏，就留下这么多话，我死密码吗？你。